男子出生四老头，却越活越年轻，最后竟然变成婴儿死去。本期力哥带来魔幻电影《返老还童》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一位富商的太太却生下了一个奇怪的婴儿。这个婴儿没有光滑的肌肤，可爱的脸蛋，相反他长了一张皱皱巴巴像个80岁老头子一样的脸。富商吓坏了，他把这个婴儿随手扔在了养老院的门口。养老院里的女仆奎尼好心地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大家都叫他本杰明。本杰明虽然有着一颗童心，但是外貌却像一个80岁老头，因此他和外面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，他只能生活在养老院里。养老院里经常有人被送进来，也有人因为死亡而离去，每一个都是本杰明的家人，教会了他很多的道理。本杰明13岁的时候，他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黛西。黛西不但没有因为本杰明的外貌而疏远他，两个人还成为了好朋友。一个黑人说要带本杰明出去看看世界，本杰明壮着胆子第一次走出了养老院，看到了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。本杰明得到了一个机会，成为了一名水手。船长带着本杰明去妓院，在那里本杰明第一次真真正正了解了女人。意外的是，本杰明竟然遇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。由于本杰明长相特殊，亲生父亲一眼就认出了他，但是生父只是和本杰明闲聊几句，并没有和本杰明相认。当水手的日子里，让本杰明积累了很多的知识，开阔了眼界。本杰明的身体和长相都从原来的老年人变成了成熟的中年人模样。漂泊了多年之后，当回到家乡的他遇到了黛西，那个曾经甜美可爱的女孩已经成为了眼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可是本杰明却因为内心的自卑而没有和黛西在一起。之后黛西去了欧洲，而本杰明的亲生父亲就在这个时候找上了门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在暗中关注着这个曾经被遗弃的孩子。善良的本杰明陪着生父，直到生父死去，本杰明为父亲办完葬礼之后离开家乡。他终于鼓足勇气去欧洲找黛西，可是这个时候的黛西已经有了男朋友。不久黛西出了车祸，因为不想让本杰明看到自己落魄的样子，黛西故意发脾气骂走了本杰明。可是本杰明依然偷偷地照顾着生病的黛西，直到他恢复健康。几年之后，黛西回到家乡，当他再次和本杰明重逢的时候，本杰明的外貌已经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。这么多年兜兜转转，两个人心中都爱着对方，于是他们终于在一起了。两个人游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黛西也在本杰明的鼓励下重拾对舞蹈的信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善良的养母奎尼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一天，黛西告诉本杰明自己怀孕了，本杰明开始担心自己身上的怪病会遗传到自己的孩子身上。本杰明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了黛西的名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黛西。黛西再次遇到本杰明的时候，他们的女儿都已经13岁了。黛西已是半老徐娘，和别人再婚，而本杰明却成了风华正茂的少年。两个人简单寒暄之后，再次各奔天涯。直到一天，黛西收到养老院打来的电话。黛西赶到那里，负责人说在养老院的阁楼里有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小男孩，他不记得任何事，也没有人认识他。在小男孩的日记本上，他们看到了黛西的联系方式。黛西看着已经变成小男孩的本杰明，他泪如雨下。黛西安顿好家里，搬到了养老院里，和本杰明一起生活。黛西陪伴着本杰明，照顾着本杰明的生活起居。渐渐的，本杰明越变越小，从儿童变成了不谙世事的幼儿，直到最后本杰明变成了一个小婴儿。他就像睡着了一样，安详宁静地死在了黛西温暖的怀抱中。从最初的相遇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穷其一生，黛西都深爱着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本杰明。返老还童，一个看似怪异荒诞的故事，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生命有限，唯爱永恒。那么今天就到这啦，我是力哥，愿做灯盏照亮你心。